不要漏气，漏气就补胎。短短的，单接桥，哇，是长的，干那么长哦。慢，你现在这个是机油的，对，机油 OL， 对，对 ，S 按 ET 按两下它就归掉了，按两下就好了啊。哦，然后那时候一直按很久，后来不好意思按掉了，不晓得。然后，时间5:45:46，46，现在差不多，好。47，好 ，OK， 好。那这一个，那这样，那个是归零键，按 mode， 对，这样就按回来了。啊，这个我把它归零键，因为按这样子两下。这个要长压。不一样的。这个是单程里程要长压，应该是这个长压。哦，对啊，我想说之前是按这样，后来去奥利，对，好 ，OK， 好。还是长压，长压部分是那个阿洛 OL 是按两下。是按两下，对。哦 ，OK， 好，太好了，谢谢了。好。这个 trip 是按九点，归零了。这一个 OL， 这是油的部分，油灯更换机油之后归零，按两下。哦，原来这样子。那我现在设定时间，这一个电压，按右边这一个切换。好，那我们设定时间，不管从哪一个地方，我们就按右边这一个1、2、3就可以了。现在是5点，大概是55分、56分，按这一个6分。按下去，右边这个就结束了，这就可以了。好，不要漏气，漏气就补胎。短短的，单接桥，哇，是长的，干那么长哦。可是，心得啊，我靠，那么长。按漏气了，不行，漏气了。漏气了，哇，那补胎喽。哦，漏一点点，有漏一点点。哇，真惨，被磨平了，不晓得。现在这么方便啊，我要这样拉，哦，不对，小林，灯烧一万，该收据给他。好像夹车不用这样子用哦，这个机车才用这样子。这个比较硬。哦。哦。不用泄气就对了，直接下去就好了。我踩着了，你直接按。哦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再一点。好，这样就好了。哦。关掉。还有我有看到，不然我不晓得说。先拉掉，不然等下你拉不好拉。先把它往前，好，拉出来。哦，对啊，忘记这样子了。直接转身拉，拉。力。我后面有没有煮的东西？好，那这样就好了。对啊，这样就好了，很简单吧。哦，我知呀，啊，这不用剪了，这样就好了。要剪，要剪。你看没有？看不会漏，对。我都一定剪，不剪不行，因为不能磨掉而已。太长的话，你如果粘到地板甩掉的话，它就整条被拉出来。哦、oh, ，我都会剪，我知道有些重机店都不剪的了。是啊、哦，我之前那一天重机店也都不剪的啊，然后他就拉掉好几次啊。哇，是啊、哦。对啊。不、哦。公司啊，公司的螺丝啊。公司的螺丝。哎、欸、啊，我这个是属于无哎，这么有呢，靠腰嘞。中了几只？靠呀，那么多！寻一下。我们工厂螺丝比较多啊。哎、欸，应该浅浅的而已的啊，浅浅的而已，还好。等下看打报告，来打报告。对，浅浅的，但自己是肉。这样子浅浅这里，哎、欸，这没了啦，那么浅的。好，再寻一次好了。嗯、欸。没有，好，我靠，太危险了吧！哦、我们公司很多啊，我们公司很多都中枪啊，汽车中枪啊，是哦，汽车就更惨了，汽车更惨了，不晓得，是啊、哦，看前面也没有，前面去看一下交易，好啊。
Go.